罗宋汤，我今天要来烤肉，偷藏肉串。外观后附，我们要去买晚上要做的食材，罗宋汤食材。这么小包哎、欸，你这还不是一样？多少？我说，你看这边的价格，然后，而且袋子也蛮漂亮，超大葡萄，确定？这感觉很厚哎、欸，感觉有点酒酒。这应该是那种脆的，我喜欢吃脆的，这才是甜的，我喜欢脆的，这超好吃。我刚看有人买这个，叫中条。这是有一些自助餐区，这边有沙拉吧，就是可以自己配，然后有一些饼干哦，圣诞限定，我要这边帮忙啊。我在介绍最近发现很好吃的优格给大家，这是蜂蜜口味的芒果，我没吃过，但我觉得蜂蜜的我很喜欢。红萝卜、西洋芹、洋葱、番茄，还有烫好的牛尾。然后我们把法式生宝炒过之后，加到煎好的牛尾里面，再加水，然后就用压力锅炖。牛尾罗宋汤，好开心！天冷冷就是要喝罗宋，其实没有很冷。哪里热？那罗宋超热。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烤肉，因为我们外面有一个直立式的那种烤肉架，可是现在因为瓦斯没了，那 Tim 去买瓦斯备料的，烤肉串、玉米、一些肉串、抽肠肉串，我们自己串，而且这个煮前一定要先泡水，才不会烧焦。我们昨天泡了30分钟左右，然后就串这个洋葱还有葱。杏鲍菇，这么多，我觉得应该蛮够吃的，因为我们也才两个人，肉串超多，就可以开始烤。哇，超赞！这是我们的酱料区。怎样？开吃。超级好吃。很好吃哎。烤肉成功，锵锵！我一起开始。这个很好喝。旁边可以披萨。锵锵，这是什么？爆林四季春奶盖，还有这个是不知道什么，完美饮料。香丝抹茶，好喝吗？普通，都得啊。
你很好喝哦。星巴克的比较浓，还是这个？这个比较好。我的是喝最普通的奶盖清茶，这个很好喝，我喝过很多次。你说喝这种很浓的东西，对啊，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浓的存在，没错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本身就是一个很浓的存在？笑死！Big baby 的概念，很浓的存在。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姜饼屋，有这些糖果，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房子。房子它都是已经刻好的，而且糖果不够的话，我们这里还有超大一缸，之前万圣节的时候买的。好的，好的。非常不稳，赶快把另外一边，不行不行，为什么底座不用先粘啊？负责开糖果，他负责粘。我觉得你盖得非常好，我会继续加油的主席。这个房子有漏洞，为什么中间会这样？我的房子中间。你是不是美术系？你看这幅更小系，为什么它可以那么漂亮啊？它是骗人。人家弄绘图软体画的吗？对，它那怎么可能那么平滑？耶，可以粘了，就负责享受这一刻。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进度，我们这个积雪不太好看，这是 Team 打造的吴江康斗，黄绿红，黄绿红，可以耶，很可爱耶，我觉得屋顶真的很不错耶，但下面真的偏丑。圣诞节啊，漂亮，真的。我的吴江康斗，这边是我的杰作，然后这是 Team 的。这是他的，这是 Team 的，吴江康斗，这是我的，啊，我看起来我不服，觉得我们盖的不错哎，请给分，这面不要看，这面很可爱，圣诞快乐，拜拜，拜，拜拜。